什么我是电视主持人。好，没关系，那我既然是主持人，就主持下去吧。今天很高兴各位可以在这个殿堂，大家齐聚一堂来做什么事情，有没有知道？聆听，专心的聆听，这是对上面的基本尊重。第三个，我们要展现我们的高度，展现我们的水准。我们是听众，听众要有品质，有品质的听众才会有品质的演说。所以待会大家请一定要保持安静，专注聆听，可以做到吗？可以做到吗？可不可以？好，希望大家都可以做到。那么紧接着呢，就是精彩的演说即将开始。我们当初想选择这个主题，是因为我们想了解自然环境，
河流在生活中是很重要的。我们是横穿地图组的组员，今天我特别跟大家介绍的是柳川和达人头溪。柳川流经丰原区、潭子区、北屯区、北区、中区、南区。柳川位于台中盆地，属于乌溪水区旧安区的支流，其中台湾大道市民权入围生态部保育区的景观馆。马人头溪流经北屯区，其前南的区界一部分由不丹地地名马人头的马人头，其及西区中里、高里、中里、中城等市民全部已经中心里的一部分。接着换我下一组组员，就换我组员有一组。今天我要特别跟大家介绍的是三甲溪和蜗牛溪。三甲溪的水流长度是12.2公里，流域面积1235.3万公顷。特色之外，连接新竹南部科学园区与
台湾西部创新走廊，而引进更多纳米机械材料的光电技术运能等产业为主。接着换我下一组同学，陈佩轩。今天我要特别的是大家介绍的是精密机械科技园区分析科高内设备，是位于台中市南投区大埔产业区的科技园区，161公顷，北林高内区南林高内区上海科技大学，总面积1000公顷，于1890年开发完成。北林东海大学与台湾大道工业区内部计有921家工厂，从工业员工人数4万人，年产值约新台币2299亿。我的报告就此结束，谢谢大家聆听。接着换下一组。谢谢大家。谁叫他们叫我当主持人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接下来就是403。是台湾三大啤酒厂，也是外国朋友来台喜爱的口味。我今天要特别跟大家介绍的是台湾印刷探索馆。台湾印刷探索馆创立于民国38年3月，它是全台湾第一个印刷产业观光工厂，它有着全台湾最大的书，更是第一个开放统一发票印刷过程，让大小有一窥究竟的好地方。然后我今天还要也要介�绍一个观光工厂，它叫3.1克观光工厂。相信大家都喜欢喝奶茶吧？没错，3.1克观光工厂就是制造奶茶的。它独特的 NGO 技术让它的奶茶非常的好喝，而且它每一杯奶茶都经过层层把关，让民众喝得安心。我们的。我是李贤心，我是钟欣玉。今天
去认识呢？那今天就让我们带领大家去一探究竟吧。原始自然生态的探索，都市之外的静谧花园，大台中依山傍海，西滨拥有仅长数十公里的海岸线，在潮汐涨岸边孕育出丰富的自然生态，东有广袤幽山森林，四季蔬果纷呈，处处游客可以尽情地纵情山海间，探索大自然的生态之美，来趟轻松的乐活之旅。大甲区匠师的故乡，我们今天就在这里烤个编织品。当时蔺草编织盛行时，大甲为昔日闻名全台之蔺草编织工艺师傅的故乡。丰富的人文和自然景观，让游客体验到农村淳朴的生活和自然保育的娱乐性。东市区东市林场，东市林场人称台湾最美的森林花园，土地面积212公顷，有一年四季看不完的花卉，还有丰富的自然生态。东市林场一年四季皆美，值得大家一游再游。身心灵得到放松。古关温泉还有两座最有原始风味的吊桥，是烧耳吊桥和古关吊桥。烧耳吊桥是为了纪念太阳的酋长而命名的。雾峰区落雨山，每年入秋以后便是台湾的绝佳赏枫季节，秋天叶子会逐渐由绿转黄，再由橘转红。落雨山生长可高达到50公尺以上，于1901年被引进台湾，漫步穿梭在树林之中，也别有一番风情，很适合去拍照留影哦。原来台中也有这么多漂亮的自然景观呀！对呀、啊，这些漂亮的自然景观吸引了不少慕名而来的游客。以上是。
有声音。
我今天要介绍的是台中美食，我要介绍的是向上水饺和台中肉圆。向上水饺它在西屯区的老店，它是几十年的老店，它的水饺比一般的水饺还要小颗，当然它的价钱比较便宜。接下来我要介绍的是台中肉圆，它的肉圆是用炸，它是一家八十年的老店。我要介绍的是奶油酥饼，这个奶油酥饼是用最天然的牛奶，而且它的麦芽有一个很特别的特点，它的麦芽不粘牙，而且很好吃哦。接下来我要介绍的是排骨酥面，这个排骨酥面肉多好吃，面 Q 而不烂，它的价钱很亲民，大大一碗才30块而已。但是呢，它的汤可以免费一直加一直加。接下来我要介绍的是在西屯区的鸡爪冻。这个鸡爪冻虽然长得很恐怖，但是其实它做的一个酱料真的很好吃的。接下来我要介绍的是老一仔芋头冰，它在雾峰区。这个芋头是在高雄市的甲仙区做的，而且这个是大家都喜欢王美老人。小孩大家都爱 ，Q 弹好吃，希望大家可以去试试看。找美食，找我们就 OK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不客气。表现得特别杰出，那么接下来要看男生怎么扳回颜面。欢迎四年一班第二组，由四位小男生所组成的观光景点主题地图。VR 互动游戏，还有一秒变厨师的工作。
黄肉丝。如果有朋友到台中来找我玩，我该带他到哪里呢？如果有朋友到台中来找我，我该带他到哪里去？吃喝玩乐都不是问题，只要问问 Google 大神就好。在玩了一天后，一定要让他们来个舒服的住宿环境。没错没错，这样才能成为地主的台中的好主。那我们快开始带大家参观饭店吧。水饺，它是一个25年的老。
的是世界名句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，开玩笑的。他们要演出的是台中夜市。如果用脚
好了，小孩，给他们掌声鼓励哦。好，老师选择救他们哦，是因为你们在制作海报的过程中，在制作这次报告的过程中，其实好多好多小孩很认真，对不对？有没有觉得自己很认真？有。觉得自己不够认真，你下次还有机会。我们在未来五年级，我们会制作台湾地图，台湾的主题地图。那这一次啊，台中主题地图制作过程，相信很多小朋友一定很有收获。有没有更认识台中呢？没有啊。来，通常我这样讲的时候，很多人就会讲没有。来，现在我要看哪一个班级哦？那个小朋友来，标杆大直，身体坐正，向前对齐。来，我眼睛看到，哇，这个蓝色的很整齐，黄色、绿色、白色，运动服都是很整齐。真的假的？台中人啊！老师这边给大家一点回馈哦。我首先要来公布今天得奖的是，每一个小朋友每一组都有奖品，都有得奖的项目。奖品的部分的话，就是小明老师的拥抱加亲亲礼物。到旁边。2018年爱台中，台中主题地图得奖的是。我们不能讲太久，剩五分钟。来，最佳搞笑奖。402何川，掌声鼓励。406优质饭店。最佳创意奖401美食，405特产地图，3最佳台风奖403观光工厂，401观光夜市讲座观光起点。404美食地图，加码404夜市地图，恭喜你们！最佳艺术奖405妈祖庙地图，406赏花地图。有一些景点，有一些好玩、好吃、好看，或者是有历史性的东西，欢迎大家都去走一走、看一看。那最后，泽老师再邀请大家把双手借给我，然后给你自己一个最。